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 Channel。 今天我们会学习香港小学学习字词表，学习单元认识香港第二集。我们会用模图认字这个方法去加强小朋友的认字能力。当我读完之后，小朋友都可以大声跟读一次。准备好没？我们一开始啦。服务，服务，政府，政府，特首，特首，局长，局长，法治，法治，法律，法律，特区，特区，议员，议员，投票，投票，选民，选民，选举，选举，廉洁，廉洁，贪污，贪污，公平，公平，公正，公正，公开，公开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哦。我们透过多看、多听、多读，很快你就会学到很多中文字的了。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和请我喝杯咖啡啦。